第三烯体右图为制造氧气及检验氧气性质的实验装注图，下列各器材名称何者错误 ？A. 假滴管，这个是对的。B. 乙机头漏斗，这个是错的，它叫做机头漏斗，还要说机头漏斗。它这样子出应该是为了要送分吧？很明显的是错误的。C. 是广口瓶是对的。D. 猪丁叫燃烧池也是对的，所以我们错误的答案是 B。第三十六，我们说下列各器材名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乙机头漏斗。